您好，这是正念疗法与助人专业的练习引导语。正念疗法与助人专业，英文是 Mindfulness Based Program for Helping Profession，简称 MBHP。如果您还没机会参加 MBHP 的课程，先听引导语，跟着练习也可以。不过， 如果能先参加课程，了解每项练习的意义，并规律持续的练习，对您一定更有帮助。请记得，持续规律的练习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正念练习是给自己的身心福利，是关爱自己的行动，而不是强迫自己练习的技巧。 请温柔自然的享有练习历程，放下对练习效果的过度期待，让正念慢慢内化为自在的生活之道。欢迎您开始进入自己的正念旅程。